梁国雄议员第四次发言。主席，第十次你都要俾我讲啦，你容许阿王国兴喺度攻击我哋，系咪？本身咧，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我哋就针对政府喺度鞭挞，佢就针鞭挞我。嗱，主席，咩叫做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呢？就是佢种人。呢、這个立法会啊，如果用国家嚟讲啊，亡国咁啦。正话王国强议员嘅五权，唯一一次我哋好威嘅就系呢个权，就系审查权，审查佢嘅财政嘅法案，竟然间系一片死寂嘅。其他佢讲啲咩权啊？十样嘢，冇一样嘢系真系做到嘅，系讲完算嗰啲啊。王国兴议员嘅常识之差，简直系无以复加。纳入呢个步骤，竟然间佢话你喂，点解纳入嗰阵时要讲嘢啊？主席，我喺间上屋区住嘅时候咧，只狗有一日我倒写碗白饭，咁我唔食啦，污糟邋遢，佢唔食，一转头就扑落堆屎嗰度食，呢、這个就叫狗脱不了吃屎啊嘛，系咪？如果呢个斯文啲嘅就叫做狗在鲍鱼之肆，不闻其臭也。喂，以前港英时代，港督当呢个系咨询政治嘅，当呢个立法局系咨询政治嘅嘢，根本直头闭门都得啦。今日人哋选你入嚟，议事嘅功能你唔去做，人哋去议事关你乜嘢事啊？系咪食得屎多唔识食饭啊？狗真系脱不了吃屎。我同佢有咩无？我同佢无冤无仇。工联会自己话要争取呢一个全民退休保障。我上一次都讲咗，谭耀宗嗰阵时仲未做工人贵族，仲未走去做嗰啲权贵嘅时候，已经话要争取啦。嗰陣時佢哋冇票，冇得做立法會議員，靠呢樣嘢攞到工人嘅支持。而家做咗乜嘢啊？三十幾年，佢係工聯會嘅議員啊嘛，佢點會咁樣恩將仇報啊？梁國雄議員，你離題啦！咩離題啊？佢講仲離題啦！喂，嗱，好簡單，佢係工聯會嘅會員，佢。去衡量他第二个议员嘅行为用咩尺度呢？佢话、哦、你做啲嘢冇用啊，省港大罢工、海员大罢工未全之前都未必有用啊。六七年暴动反映抗暴嗰阵时候做咗冇用啊。有边个罢工系未罢之前一定有用噶、啊？如果佢嘅逻辑，即系话哦，你去压迫政府，希望政府做啲改革。做一个工联会，佢喺度食嗰度屙嗰度嘅一个团体嘅遗愿得到实现，你唔同意我都唔使喺背后 friendly fire 系嘛，喺背后打我两枪系嘛，你想睇到我前面嘅嘢唔使打两枪打个窿出去睇系嘛，咩人嚟噶？人哋政府同埋资产阶级都未咁讲啦。唉，你又话粗俗啦，咁我又举例啦，《红楼梦》有个叫贾贵嘅奴才，人哋都唔惯坐嘅，你话你坐下咧，唔敢坐啊！喂，我哋喺度议事，你话叫佢拉布又得，唔拉布又得，唔啱咪理财咯，系咪啊？使唔使教你做嘢啊？而家佢升咗做呢个香港地位嘅书记啊？吓、啊，要指挥你啊？系咪有病啊？佢？梁国雄议员，请你唔好离题。唔系离题啊，大佬佢攻击我啊，我忍咗佢好耐啊，系咪？而家讲讲下，嗱，各位保皇党，你怨就怨王国兴，系佢令到你永无宁日嘅。我而家要 call 佢翻嚟听嘢，主席17:3。